家知道嘛，柯文哲最喜欢大家内斗，所以这个柯文哲内部也非常多人不喜欢他。那柯文哲也想要把他栽培成另外一个蔡壁如，所以蔡壁如被逐出柯文哲旁边，那柯文哲就希望这个橘子能够取代蔡壁如的角色。但很多人说他有这个理财能力，我是不相信的，因为橘子请客都大大方方的嘛，李文忠都跟我拿这个两三千块赞助民众党的什么网域啊，花这些钱，橘子从来请人家吃饭都请一两千的嘛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，我至今相信自己的朋友了，他毫无理财能力啊。那如果是柯文哲教他的，哦，那我是希望他改邪归正也可以的，那我还是相信他，是不会犯下这样的罪。但是你真的不要为了柯文哲，然后躲起来。